妆产品就是 ERH 新上市的白下菊卸妆露哦。莉莉安亲身体验完白下菊卸妆露后，洗完眼睛不会雾蒙蒙，脸部保湿不干涩，还有白下菊的清香味哦。现在就来让我为大家示范吧。首先呢，要按压2cc 的白下菊卸妆露，再来呢，你就用你的指腹轻压30秒，很快就可以清洁喽。那我要卸这个眼睛的部分。通常人呢，眼睛都比较敏感，可能有些用不好的卸妆油呢，眼睛就会容易出水。你看眼线的部分马上就卸干净了，那我再用纸把它擦掉。现在已经完全卸干净了，你看完全不残妆，而且我觉得用了白下菊卸妆露啊，脸啊都有保湿水嫩的感觉哦，还有一点淡淡的白下菊柚子的味道，非常的舒服哦，很推荐你用。现在我们就来试验看看 ERH 白下菊卸妆露它的卸妆功效到底有多强呢。首先呢，拿我的粉扑，你看非常的脏，在上面按了1cc 就好了，轻轻的搓揉，让上面的粉的妆溶解。那我要拿去洗喽，马上就跟后面一样了，变白了，非常的神奇。你看，粉扑就像新的一样哦。